哎，这季我看你们这脱口秀做得真好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还可以哈、啊。这真挺好。我们也没想到，我也看两眼那个德云逗笑社也挺有意思的，一出现就全体起立，全体坐下，就是陆陆续续认识了，秦霄贤、阎鹤祥，就是慢慢的都认识了。我就是也上次也是录这个组的节目。我去跟大林，那个就和范丞丞，也是去探班。大林真是挺绝的，太成熟了。这他是传统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，真是喜欢。之前受那些教育，现在大了也理解了，也运用到身上了，就跟张无忌似的。哎，真是真是，哎，你是说真有真真是？小时候让金毛谢逊，对，给灌输的这些东西，都死记硬背的东西，都现在都用上了。反刍了。对，反刍了。哎，你那儿到底有多少人？我看这回又陆陆续续出来一波。就签约的80号往上了，应该是。这一个一个的热搜上了，这话题啊，这。对。我们也没太想到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乐不真中。但是弄这看得出来也是很辛苦。还行还行，哎，这个罗永浩真能聊啊！哎呦，没想到他这个话，这可真可以，也挺好的是吧？挺好的，太得意了。该说的也都说，都能说得出来，然后中间还出包袱啊，这些东西会设计。如果有需要跟我们团队联系，会给你服务好，谢谢大家。都挺有意思，我们这个舞台还挺好。哦，这儿吃吧。先吃一口吧。哎呀，我因为没有其他的菜码了，我给你焯了一点点白菜。这就够了，这就是太好了，已经。哎呀，锅里还有一点面，我不知道你吃多少啊。这就够。好吃好吃好吃。我看你也不带你太太去做什么节目，她也是就是不愿意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？我不知道你太太怎么想的，我就怕到时候给人家拉分嘛。我觉得她可能是我怕我给她拉分，嫌跟我在一块丢人。就可以等晚饭了，太好吃了。还有呢，克制。那白老师，平时你们这种相处的时间也没那么多是吗？哎呀，不多，平常几乎没有这种时间。自打2005年、2006年以后就没有过这样。哇，那年头够长了。我们是2000年结婚，2006年生的老大，等于中间有个5、6年的二人世界，开心。然后现在我在这儿了，我才知道原来我这14、15年、15年吧，我吃的都是原来我们没有孩子的那段时间5、6年里边的那个老本儿，就是一直在，因为那个时候储存的很多。对，后来就再没有这样过。这所谓叫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啊，小感觉呀，就这种东西是那段时间储备。后来就是消磨殆尽，对，嘿，但是现在就是死灰复燃。你带了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各种菜。又没有肉，你干嘛？我看看什么菜。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根茎的，我都没看明白是什么。白菜吧。不是一个黑不溜秋的，又不像土豆，又也不是山药。哟，真的，你说的这个吧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哦，这什么？熊掌。啊，会不会是姜啊？这么大，这太像一个。这是吃的吗？肯定是吃的，这根茎嘛。闻着是土豆味儿，这个是白薯长在手套里了。
哎，你不行，我把菜给拿屋里不得了吗？咱不跟他犟，咱让他玩。不是都说你从来不动的吗？我是不动，但是主要是我得吃，让他吃了我吃什么？右拐，随便找个地儿吧，他能拿进去就不错了。就随便找个地方一搁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。哎，这屋装修的真不错，舒服。这大竹筒子是干嘛的呀？做个茶杯。哎，泡上茶以后，它有那个竹子的香味儿。一会儿咱们做完，你可以今儿晚上带走一个。那太好了，我只要能成功的话，我只要这个竹子上啊，这个锯的过程中不沾血，我就能，我就满意。咱把那杯，咱们给它锯了。你今天来怎么不一样了？我听传言你是……那不是传言，那就是事实。但我也不能让于老师在那儿锯，我在这儿懒，能歇着不动弹。但是弄个这个杯啊，这应该没什么。那一会儿你锯一个，我锯一个，得呀。我干啥？你给我们沏茶呗。那多没意思。你这样，我锯完了以后，你来磨，你来打磨这个事儿。可以。你先喝口茶，我来把那个打个样，好吗？得，我就过来学习学习，因为我真是不会，我得看看怎么发力。这个都是试着步来，我也不是那什么。哦，还行啊，有个这个靠谱的兵刃就没那么慌了。这不就是杯子的底吗？嗯，把它找平了，这个立住，整个能把它弄成九十度了。嗯，然后把这儿再锯断，拿砍刀把这外边的皮给它劈掉。嗯，拿木锉一找平，拿砂纸一打。你先拿木锉和粗砂、细砂都可以。粗砂、细砂知道怎么分吗？有号吗？对。我们俩的知识量都是互相之间捧起来的。来，我锯一个这个底儿。嘿，嘿，嘿，休息一下。累了、啊、又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轻松。